18日，某时尚摄影展开幕，章子怡一身格纹裤装，中性风亮相抢眼，而周迅则是一头短发，黑白美裙，娇俏十足。有点快乐，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，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，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。我喜欢没有字的窗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